为着关怀顶来六十孩童分北港雕神会，特别联合伫北港樟树饼业的会员捐赠300多份的小型状元饼，来到北港不得经过路基和举行赠送仪式。云林县本北港参善会因为刚成立不久，所以经费上也没有很充裕。如果说希望社会上有这个想回馈社会的这些爱心人士，如果有意愿要参与我们这个奔北港潮汕会的话，可以到我们中山路这个厚德堂饼铺去询问来加入。那另外如果说我们社会上如果说要举办这些爱心慈善的这些活动，也可以来跟我们联络，我们可以一起来协办。本北港雕神会这个小小的善心行动也引起庙方回响，另外提供文昌帝君记号卡，庙有小朋友写下心愿，代表这项爱心的当营国小校长以及议员蔡甲如拢真感动。我想我代表我们东龙国民小学的夜光天使班的每位小朋友来感恩，我们所有能够帮助我们这些弱势小朋友的所有的善心人士们，感谢这两个单位甲咱跩小朋友来到关心。这届咱拢总送300多份将近330份的这个状元饼参文昌卡，这拢是夜光天使的小朋友。北京馆来协助六岁孩童课后辅导夜光天使计划，实施到现在已经增加到16班。这个社会是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，也就是夜光天使在我们云林县这样偏乡的需求是越来越多的。所以也期待公部门这边，还有我们社会各界，可以一起共同关心。伫厝食大饼配茶，对三顿问题六岁家庭来讲，可能真难得。本北港雕神会用饼的好滋味，给六岁家庭幸福延续，也让伊有机会培养感情。记者李嘉森，差不多。